跟 Nancy 量身打造的贵妇行程嘛，爱漂亮的我们当然是先泡刚刚理事长跟我们介绍到最个粉泡的礁溪温泉了。哇，好漂亮哦！哇，哎，可是我怎么一直闻到有那个香香的味道？哎，好像是一种果香那种感觉。对呀、啊，好像有西瓜哎，我闻到柠檬的样子。越来越重哎，那个味道，哎，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啊？西瓜冰枕呢？天哪，都是新鲜的水果。真的，来看蛋花汤。蛋花，这个就是蛋花汤。哎、欸，对，淡色的蛋花汤。我刚以为你要把我们两个丢在水里面煮蛋花哦。对啊。看它的颜色也漂亮。我带你看一个特别的萝卜汤头。萝卜汤，萝卜汤是萝卜吗？哎、欸，是是。是这样煮吗？哦，不是。好好笑哦。是这样子吗？它是拿来捶背用的。舒服吗？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真的是。副总，我觉得你们这边的温泉啊，真的是又舒服，但是又很有创意，很有趣。对呀、啊，我现在泡完身上都好香哦，皮肤也变得很滑哦，真的会上瘾哎。嗯，对呀、啊。那、哦、泡完温泉一定要来品尝我们的海鲜哦。哦，当地的海鲜吗？哎，是。哦，等一下我们就去。谢谢副总，谢谢你的介绍。欢迎有机会再来泡我们的萝卜汤。好啊，我们记得了。嗯，拜拜，拜拜，谢谢。哇，好香哎！螃蟹很新鲜吗？赶快进去。走。哎，好漂亮哦！那是我最爱的茭白笋。我最喜欢吃炒饭了。哇，吃一口看看。这不是炒饭哎，这味道不一样。嗯，不像哎。因为这个是樱花虾拌饭。拌饭哦。是的。嗯。因为如果一些炒饭的话，它用蛋下去炒，所以一些其他的香料会被蛋的香味所掩饰过去。哦。所以我用拌饭的，它虾子的味道，还有葱的香，完全在里面。那换我来尝尝。嗯。我挑这个小小的。颜色最漂亮的。对。温泉丝瓜。它可是泡过温泉水的哦。哦。每天在泡温泉的哦，所以吃起来很滑嫩。另外还有搭配新鲜荆棘酱的烤肉串，哇哦，里头可是满满的蔬菜哦，以及这个充满胶质，吃了皮肤会呆呆的鱼皮。吃了鱼皮，皮肤变光滑，可是吼，不好意思啦，女孩子的脚皮还是得靠这个温泉鱼来清理清理。于是我们来到另外一家富有温泉鱼的温泉会馆，而且这里的住宿要特别介绍一下哦。哇哦，北欧风格的房间，里头有超大的床，还可以享受窗边的美景哦。难得跟漂亮的好姐妹来旅行，我带着 Nancy 来去体验有巴厘岛风格的美容 SPA。你看看，就连衣服也很有巴厘岛的 feel， 女人家就是要这样宠爱自己啦。因为根本不用花钱去巴厘岛了，我现在根本像是在巴厘岛一样。
真的太舒服了，我觉得我已经快睡着了耶。你快要睡着是跟这个精油有关系，这个精油是从印度来的阿育吠陀系列的精油，那它最主要功效就是有舒缓的效果，那也可以帮助睡眠，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把身体完全放松。好，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讲，这样子清楚吗？睡着了。SPA 完不用急着离开，还可以享用手工饼干以及花草茶。静怡，怪不得你今天就没了吗？当然没有，我现在带你来按摩。我跟你讲，今天的行程不是坐着躺着享受，就是张大嘴吃吃吃。哦，老板你好。你好，请问今天要为你做些什么服务呢？服务什么项目？坐了一整天的劳斯莱斯，捶个背好了，帮他消除他的贵妇肩。哦，没问题，那你先请吧。好，谢谢。我觉得我身后这位师傅完全可以理解我这个贵妇的这种冲动。你这是麻辣锅，麻辣锅。对，我这个是养生锅，养生锅。后当然要带伴手礼咯，回去再继续躺在沙发张嘴当贵妇。于是我们来到这间让我跟 Mansy 试吃到停不下来的名产店，是今早去做的，哇，风味好香哦，真的，而且都在上面呢，蛋卷加葱，那还有冰淇淋也有葱，好特别哦，好像在市场闻到那种葱的味道，直接就在嘴巴里面的感觉。有葱跟奶油一起的味道。另外店门口也有卖新鲜现打的温泉番茄汁。喝完果汁，紧接着我们再来到另外一家甜点店。我就是抗拒不了甜点。哎呀，甜点本来就是女人的天敌嘛。老板，你快说，你到底在加什么？你看全店的人都为之疯狂。特别新鲜的草莓。对，还有我们选用大甲最新鲜的芋头，当然做出来这个奶冻，当然你会爱死它嘛，对不对？你会挡不住诱惑啊，对不对？完全挡不住。美食当前嘛，对不对？哇，庆怡太棒了！宜兰呢，果然是贵妇的旅游胜地。就是说，而且呢，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好热情哦。你看老板送我们这个奶冻，哎，好幸福哦。待回来我们去花莲就可以一路上边看边吃。可是你还吃得下哦？女人吃甜点本来就两个胃啊。哎，也是哦。